主播其实也感到非常幸运，因为即将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啊，吴亦凡已经到了，吴亦凡已经到了，白色的上衣 Burberry 以及染了白色的头发。Huge, huge in China. 70 million followers, huge. Like, huge. Huge. He'd be like Usher back in 2007. Huge.目测身高肯定有188。从头到脚打量一下，吴亦凡已经到达了我们洛杉矶2018全明星赛明星赛的现场。今天是身着巴宝莉的特制卫衣以及短裤。哇，太帅了，帅了我狗眼都瞎了。哇塞，今天的着装还是非常的rapper style， gold chain 以及supreme 的袜子，还有 Burberry 上衣。我在亦凡面前简直就是如同太阳和星星一样，我的光芒就是星星，吴亦凡就是太阳。凡凡好帅啊， Kris 已经听到了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 NBA 新浪微博为中国的观众独家带来的 NBA 2018洛杉矶全明星赛明星赛现场。我们的 Kris 吴亦凡正在红毯。吴亦凡由于比赛马上就要开始，所以要迅速的离开我们的现场。